丽夫人的子宫内壁上长了一颗肿瘤，目前已经有5公分了，但是如果切除肿瘤，孩子肯定保不住了。慢点坐好啊。行，没事儿的。咱们吃团圆饭了。哎呦，走走走。小童，妈妈。胡童，哎呀，这是胡童，赶紧送医院呐，快打电话。哎呀，啊啊，快，扶扶他。好好好，陈伯，陈伯，陈伯。丽夫人的子宫内壁上长了一颗肿瘤，目前已经有5公分了。而且还会随着胎儿的发育不断增大。目前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切除肿瘤，否则一旦生产的时候，胎儿和肿瘤一同挤压子宫，就会发生大出血，夫人就会有危险。但是如果切除肿瘤，孩子肯定保不住了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曾经有一个海外的案例，在胎儿出生的同时，在1分钟之内切除肿瘤，这样夫人可能还会有救。但是这么做风险实在太大了。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少？1/1。李总，我们几位可以说是全国妇产科的权威了。我们建议您还是忍痛舍弃这个孩子吧。是啊，李总。越早做手术对夫人越好，否则随着孩子长大不断挤压肿瘤，万一大出血，夫人的生命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。郑萌，朱萌，朱萌啊，爸，你们来了，我们刚刚到。啊，李先生，您决定了吗？魏家从父，嫁人从父，一切还是由仲某来定吧。别跑了，一身汗。来来来，快过来，奶奶给你擦擦啊。哎呦，你看看你啊！来来来，给他喝点饮料啊，喝点水啊，乖。嗯，真乖，来喝点水。哎呦，宝贝儿。哦，好好好，宝贝乖。来。去玩吧，彤彤，快过来，来，我们去找爸爸啊！好。爸爸，爸爸，长得和梧桐真像。爸爸，我要抱抱妹妹。妹妹现在还小，长大了以后给你抱，好不好？来，亲她一下。哥，我们过去吧。嗯，走。哎呀，志宁啊，要是没有梧桐的话，我们哪有今天这个家呀？啊，只可惜啊，我们没有早一点理解这孩子的心意。嗯，妈，一切都还不算太晚。彤彤，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哎呀，你快点儿，大家都在等妈妈。好的，我们走了。快点儿，这么晚才来呀？啊，哎，妈，快坐下歇歇。让我们去买面包了。好，爸。来，哎呦，这么多花花，乖乖，乖。好了，快点，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，赶紧喝好啊！一、二、三。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，
不同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